哎，这个路灯太花钱了吧？我觉得太奢侈了，这种路灯。啊？八千上万。里面一路的下面呢？其实也不一定哎。你看，那个很多比赛哈、哦，它就是在这种公路。对啊，我有在照。哎，我宁愿哈、哦、去骑那个乌岭跟那个塔塔加哈、哦，我不要骑皮子道。那很烦不然你有刚不愿意讲，我太太不愿意讲。前面那个灯塔好像就是富贵角是不管你啊，给那种什么救难协会搞啊！啊，这时阵来一个这个上站了啊！